在那个装潢。吵死了。对啊，超吵的。看起来睡得着吗？他看起来是非常的睡得着。我看我也不用放音乐，因为就是那么的吵。探吉等一下会回诊，他今天晚上要回诊。探吉在学点缀，楼上在施工，没错。虽然先担心探吉，不是担心安杰，又没差。但探吉睡得很好啊，可爱。探吉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就是依旧是那个戴着头套、穿着衣服的探吉。嘿，华哥。今天终于可以把三角锥拿下来吗？还不确定耶，不确定，不过应该可以啦。开播没有化妆，不是林姐吧？化完了，我化完了。探吉的头套什么时候能拔掉？不确定耶，希望今天回诊可以拿掉，但是也不确定。谢静，而且探吉，我觉得他变蛮胖的，变蛮肉的，没有到胖，就是肉眼可见的变肉了。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他的衣服紧紧的，所以害他的肉有点，他的后腿有点肉，那个肉溢出来的感觉，还是说他真的变胖？我也不知道。希望今天他可以拆掉衣服，拜托。绑叉烧肉，笑死！反正就是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有变肉啦。感觉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吗？我没有心情不好，像没事的。外表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啊，可能身体太软都是一体，不知道哎。嗨，阿翔。越胖越得我疼，没有这回事吧？有吗？嗨，关乎。好喔，呼应，好好上班。好想睡觉喔。黑猫感觉好像都是瘦瘦的居多，是吗？我不知道欸。哇，不知道。这几天都在施工吗？对啊，他们从前几天开始，然后好像会两三个月这样，很久。他现在还有不爽的看着我们，他现在想睡觉，他现在在半开眼睛的样子。可我叫不要睡，才刚午睡起来，才刚午睡睡醒，我好想睡觉哦。
我记得他那个他，因为他有贴那个，就是他要施工的那个公告，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写到八月吧，好像是写到八月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很久矣，精神开始耗弱了，还好啦，宿舍楼上在施工，我这边，哎，真的哦，看来最近大家都在施工啊。下播睡，对呀、啊，管户，我好想睡觉。施工最巧顶多就前一周，因为打墙要连续敲，所以这一周结束就不会那么吵了吗？暂时搬去跟 YM 跟依米住，是怎样？我要搬三次家才不要，我住我自己家就好了。他们也只有吵上班时间呢、啊，就好像是早上的上班时间，然后午休，然后下午，然后就没有了，也还好啦。之后就不会这么持续，那就好。那我其实也还好啊，因为我就上课，对啊。嗨，谢谢葡萄兔。外面是不是中午超热啊？然后又现在下雨，这几天都会下雨，真是 no no。粉红色西装外套吗？没有，它就是粉红色衬衫而已。盖一个面膜。早上就很热了。对啊，刚下大雨。好像会下到礼拜一，那是什么标志啊？哦，礼拜一是雷雨耶。哦，这几天都是雷雨，对不起。Oh no！ 嘟嘟嘟嘟，吵死了。对啊，我宿假。咚咚咚咚。蛋吉没差，蛋吉睡得很爽。跟你说，你在限动做的投票问我 ，Baby Girl 那张照片耳环有几个圈圈？耳环有几个圈圈？结果目前只有一半人正确回答。几个圈圈？两个圈圈啊。是两个吧，十二二四，是两是怎样？为什么？哎，他们安静嘞，我放音乐。他开始吵了吗？我说他们安静了，然后这个又开始了，笑死了。说他们安静，真的不要 leave 了。话说的太早，
叫他们先午睡一小时。其实他们刚刚吃我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有安静，只是我在休息，他们也在休息。是大家都没有在看其他地方，都在学英文，很认真哦，大家。大家超吵的，我今天有课啊。Baby Girl 昨天开始就是你大哥在那边，可能之后改晚上播才不会一直咚咚咚。对啊，应该是要这样子。那张照片是跳咖啡头的吗？是的 ，Cody。正常是5点以后不能施工，5点那也还好啊。是什么东西在施工？住户啊，就住户而已。嗨，芋头。你家楼上之前也是，好吵哦。施工好几个月，你懂我。下个礼拜，下个礼拜吗？礼拜一是晚上，可是礼没再看，我不知道，再说再说。之前你们在叫他们，因为是有关系，结果我睡得很好，什么意思？施工完还顺手剪了你家网路线，为什么啊？安静，你睡得真香。我今天开一个半。任君，看完《奇异博士二》，你只想跟我说，在哪个宇宙都是你的。是，我也去看嘞。谢谢一凡，抗噪耳机很好用。探吉的头套还没拿掉。嗯，我真的好想睡觉，天哪！汉吉的头套还没，他晚上会回家。对，他现在目前还是那个奇怪的样子。居然这样要咚咚咚90分钟，没错，没有办法。我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蛮好看的啊 ，Cody。谢谢秋日好，谢谢樱桃猫。还以为我只爱蜘蛛人，就蜘蛛人那个我没有看。嗨，小姨。难得这么跟得上进度，对啊。
个蜘蛛人大师大会师，对，我没有看无家日，就是最新的那个探集，不是啊，楼上在施工，楼上在施工，我想睡觉啊。那个不是都知道吗？没有看不是都知道。这一阵子应该都会那么吵，没错。刚睡醒，好吧，我好想睡哦。你们怎么在隔离呀、啊？小雨，你确诊了，还是你家人？刚吃饱所以想睡吗？没错，秋日好。一早去台大吃肯德基，然后去逛了两家糖精。没什么，我可以爬爬照啊，看。小雨的流星好可怕哦，小雨。可怕。Oh my god. Oh my god.因为陪女友出门上班，笑死。探集，探集睡觉，我也想睡，天哪，真的要睡觉了，而且外面有下雨声，滴滴答答的，谢地瓜。保重保重，身体保重。好想看探机溢出的小肉肉，就是溢出来的肉，看起来他变得很胖，但其实应该不是啦。这么早探机睡？对啊，现在要睡觉。想看多胖？嗯，探吉饭量有有有，他饭哎，他现在吃很多哎、欸，探吉现在吃超多的，我没有了，瑞瑞，不是我绑的好不好？是医生弄的好不好？才不是我用的，怎么是我用的？讲吗？两点一线，他现在只是睡觉、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、吃饭、上厕所、睡觉、吃饭、上厕所。有时候他算胖吗？现在？医生有说他算胖吗？他怎么样？他现在还是很瘦啊，我是说他有变有变肉而已，但他其实还是算瘦的。震动的手机喇叭会震动，这太巧了。没事，我相信他今天就可以拿掉。我相信，我希望啊，我祈祷，拜托。Thank you.
等到探亲吗？没有啊，他睡得很爽，吃饱就睡饱，吃想不胖都能。探亲想解除隔离，我也想要帮他解除隔离，他太可怜了，一直绑成这样子，不要绑两三个礼拜啊，可怜。爽极，谢谢朱里恩，谢瑞瑞。幸福的小胖子，小胖鸡，你家楼下也开始施工了，哇塞！大家这是最近怎样？不是今天要去看医生了吗？对啊，他今天要去看。医生上次是说这一次，今天就是没有意外的话，今天会拆掉。哇，真的好吵哦！天啊。没有意外的话，今天会拆掉。对，希望就是可以，今天最后一天了。现在包起来应该是不爽极，笑死！量子纠缠，碳极是隔几加几？它大概是七加七了。看你解封就开拆，开拆家，楼上在施工，我家在谁家？早日康复，谢寇迪，谢寇迪。楼上住户应该是在动，对啊，他们在装潢啊。他现在看我还是二分之一开眼吗？因为他现在闭起来了，睡爽爽的。碳极包这样还能拆家吗？碳极自从包成家，他就变得超忧郁的啊。你觉得现在不是这个时间？哦哦，你说那个不屑的眼神是不是？你说那个不屑的眼神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他现在还好了。我觉得他这几天好很多哎、欸，这几天的那个眼神温柔了许多。希望探极早日解除封印，一起施工，拜托不要。忧郁不会想帮我拆个家具来抒发一下？没有啊，他就是，他不会啊，他就睡他的，吃他的，就这样。他可能也觉得，他可能也知道，今天要去看医生，搞不好可以拿掉耶。耶耶 ，maybe， 没想到要变这个状态才变成温柔的。以前他没有戴头套的时候，早上爱睡觉的时候就是温柔的探机啊。可是晚上他很有精神的时候，就是吵死人了，很吵吵。去看医生又要对妈咪喵喵叫了，对，没错，爱叫爱叫，吵死了。此生最希望回医院的一次。我上次带他出门，然后他就一直叫，一直叫，到医院就吵安静了，不敢叫。现在很安静哦。再大一点就会比较稳定。希望有朝日可以出去溜溜它。又忘记我直播了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开一个班，我今天到三点半。
先找干妈们在她绷带上签名拍照，太麻烦了吧，赶快把那绷带都丢掉啦，探级凑熟啦，没错，欺善怕恶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就是欺善怕恶，觉得我好欺负。谢谢秦湖，谢谢白熊。怎么那么可爱的猫咪呀、啊？可是因为他现在都没有办法，就是舔毛，然后洗脸什么的。他的脸的毛毛很多，好想睡觉，天哪！我都欺负你，我那欺负你，大姐，才没有。谢阿北，谢瑞瑞，这个震动是楼上在施工。无法洗脸真的很有，对猫咪来说应该是。因为它现在舔毛是只舔得到尾巴的最尾巴一点点而已。这么吵睡得着，睡得着啊，想睡觉怎样都睡得着。这么吵会不会睡不着？绝对不会。看来短暂安静是为了下一波猛攻，这还能多猛？睡觉的时候，探吉会窝在身边吗？看他想不想啊。他通常都会睡在头旁，我的头旁边，我的肩膀旁边啦，应该讲说肩膀旁边。会啊，俊。我怎么这边被莫名的变多张？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我们讲好的、欸，不是吗，大姐？大家果真是低估了阿姐的睡眠能力，没错，你们低估了，没错，已经到了吵就不能睡觉的年纪了，真的是上了年纪了，阿凯。看看我们家探吉现在睡得跟什么一样，睡得多香，这样三角就会卡到我，不会啊。只是他们一直很想要靠着我，那我就一直往边边靠，然后就整个床都是他的位置。是我们讲好的，对吧，大姐？阿凯呀、啊，上了年纪呀、啊，阿凯，阿凯呀、啊。再过一个多礼拜就要去，对啊，就要握手会了。赞赞，跟阿凯一样，都得戴耳机或抗噪耳机睡。戴着抗噪耳机，戴耳机不会不舒服吗？你是阿凯熊，不是阿凯，阿凯呀，阿凯呀，夏翔。你也是都戴耳塞睡觉，从小习惯，真假的？我从来没有戴耳塞睡觉的习惯哎，我觉得超不舒服的。哎呦，可能要视讯见面了，为啥，大姐？做好准备来握手。睡六小就会醒来，真假的？太准时了吧？因为只要有声音就会睡不着。啊，那不是很浅眠吗？我睡觉有啥习惯？我喜欢侧睡，不躺枕头，就这样，没有什么习惯。你都醒不来，笑死小妹。我知道，这大家都知道的。谢雨楠，你是不带东西睡，顶多抱娃娃睡，抱娃娃睡，娃娃。
阿杰爱去脏话乖乖，哪有啦？没有。快筛的部分是阿杰会帮你出来捅鼻子吗？你想多了，玉人，想太多了。不躺枕头很难睡呢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但我没有很，我就喜欢侧睡，然后整个人缩在一起。你也喜欢侧睡不挡枕头，对吧？多舒服啊！你的床太短了，所以脚都会伸出去。那你干嘛不把床弄长一点，换个床长一点的床？侧睡不挡枕头，头不会歪掉吗？什么意思？头不会歪掉什么意思？就这样啊，那躺在床上啊。睡前要看一下林姐才睡呢，在那边，对对，谢个好。你要垫两颗枕头，你是要多高啦？那是你枕头太扁吧，小英。Me too, me too, 胃口。请急帮忙拍我缩成一团的睡姿，吓死人。我都是躺阿三嘛，我躺床啊。然后晚上就做噩梦，去死啊！讨厌。高枕无忧 ，OK， 两个枕头高枕无忧，好的。两个枕头是要怎么睡那么高？后面的阿三看起来很好躺，你说这个吗？他很好靠啊。不过你戴耳机睡还有一个原因是要听声音才睡得着，你说那种助眠的声音哦？我怎样都睡得着，开灯关灯，有声音没声音都睡得着。男生肩膀宽，对啊，那是你们男生肩膀宽，不躺枕头才睡不着。我怎样都睡得着。IG 照，好的，一筐。你吃猪肝面会多一颗枕头？怪。有人爱爬水，哎，我也蛮喜欢爬水的。冬天喜欢爬水，冬天吗？小时候应该说小时候很喜欢爬水。小时候喜欢。听阿杰吃东西的声音睡应该不错。吃东西的声音怎么会想睡？你有听过我直播睡着过？那应该是直播太无聊。嗨，新叶心怡 ，Sleeper。冬天跟趴睡什么关系？冬天趴睡应该是我的趴睡是缩在一起的趴睡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会很温暖。谢钟颖，小时候喜欢趴睡，现在就不用很喜欢。脚要夹一颗枕头，我不喜欢，喜欢夹手自己的手。哈哈哈，才不是雷阿凯。听今天的直播应该能睡比较，当然超时了，超吵的。什么什么？特技表说在一起还趴睡，就是说演示一次，没有这回事好不好？就不缩在一起啊，就是脚手在这，然后脚就。跪，有点像跪着的样子，就是，就是缩在一起。习惯被碳基压着睡，这也是蛮习惯的。
超暖的、欸。回到子宫的姿势吗？这是回到子宫的姿势吗？会不会是因为我直播的音乐都很chill，所以很好睡？是吗？还说平常看我直播看睡着的人吗？你听乌龙派出所也可以睡着什么啦？你好奇怪，那你听施工声音也睡得着吧？膜拜姿势，对，有点像在膜拜。小时候觉得这样冬天这样睡超舒服的。卖火柴的阿姐。全黑才好睡，真的、哦。我光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会影响我睡眠的要素。这个不行，频率不够，听太吵。这个真的超吵的。妈妈会不会收藏很多我膜拜睡姿的照片？不会吧，她没有拍过我睡觉吧？怕黑就怕黑，讲成这样，我怕黑啊。但光就是不会啊，就算现在是全黑，或是有开夜灯，或是全亮的状态，我都可以睡得着啊。就是光不是不会影响到我睡觉啊。我这边在施工吗？对，我楼上在施工，我的楼上。真的累到了，在哪都能睡。对啊，晚上有探吉的猫眼反光给我亮光，晚上现在的晚上的探吉都在睡觉，我在睡，他也在睡。年轻人，年轻人，23小体质应该没有什么因素能影响我睡眠。应该是太热或太冷之类的吧。我有站着睡着，这个没有。已经玉云在录滴滴五二的时候都睡地板跟睡厕所，听起来非常的可怜。下雨天特别想眯一觉，我现在特别的想睡，超级。最近也开始戴眼罩睡，蛮舒服的。戴眼罩会好睡吗？感觉就被东西绑住，超不舒服的吧。因为碳吉现在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对，没错，一个。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作息。我有梦醒吗？我没有，好笑，我没有。跳公园睡着过吗？谁会啦？太夸张了吧？谁会？我真的超想知道，去拜师学艺一下，表演给你们看。跳公园睡着，容易做梦吗？其实我觉得我蛮容易做梦的，睡得不是很好，很浅眠嘛。可是我也觉得我睡得很舒服啊。压力大就容易多梦是吗？戴眼罩醒来还想说天都还亮亮，然后继续睡，永远都不要醒而已。因为焦虑而梦游。还蛮常梦到我的，什么什么什么剧情？去年十一，没看到。去年十一月那场跳梦之中，躺地上眯了5秒。什么？怎么？你最近每天做梦？我记得我前几天有做梦。也可以。这两天晚上不做梦，早上啊，好吵啊！
早上回笼觉的时候会做，有梦到探警，有前几天梦到了，啊，而且我前几天是梦到我养了一只，我养了探警，然后还有一只黄金猎犬，超酷的，超可爱。真的很吵，真的好吵。你也几乎天天做梦，但是一个都记不得，这样一个都记不得也太夸张了吧？至少会五个记一个吧。你最近的梦都是在玩游戏，害你不知道在做梦。你醒着在玩，睡觉在玩，太夸张了你，小姨。真的很吵，真的。臭要养了吗？没有啦，探吉感觉被背叛。还有吃醋没有啊？他们在梦里非常的和平。怎么会是黄金猎犬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要养过黄金猎犬欸，没有欸，没有欸，真的。而且我忘记它是什么名字了，我好像没有叫它，就是我只知道我家里有一只狗狗，一只猫猫，然后一只探吉跟一只黄金猎犬。比如四月九号梦到你，我在你家表演；五月四号梦到全员活动，只有我跟你挥手。哇，你还有那个日期哦，你好用心哦，笑死！五个进一个，这个几率是怎么算的？我随便讲的啊，只是你说你天天做梦，然后一个都记不得，感觉有点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感觉五个可以寄一个吧。我看起来就养吉娃娃，我看起来就超不想养吉娃娃的，好不好？吉娃娃是我唯一不想养的狗欸，也没有啦，我其实就没有很想养狗。你也好想养只大狗狗，一回家冲过来抱抱，感觉超赞的。猫咪也很赞啊，探吉多棒啊。五谷是到哪去了？没有，我的梦里没有五谷园。你们稍微记录印象清楚的梦，你不是这对啦，稍微记录是啦，非常棒。养吉娃娃感觉就很烦躁，对啊，整天不收好他的舌头。因为吉娃娃梗图，梗图是梗图啊，吉娃娃是吉娃娃。感觉我就讨厌养吉娃娃的人的那种调调。养吉娃娃的人的调调是什么？吉娃娃的人的哪种调调？吉娃娃这个狗本身就很可怕啊，不是人的问题，是狗狗的问题。我国小有一个同学，一个女生同学，然后我跟她很好，所以我很常去她家玩。可是她家有养一只吉娃娃。真的很可怕，我真的很可怕，吉娃娃真的是疯狗，疯狗有点难听，但它就是很神经质，就是真的很可怕，就是好可怕，外星狗真的很疯，真的很躁动。上一秒笑笑，下一秒可以笑。吉娃娃真的神经质，对啊，真的，其实真的，就哦，真的是，很可怕。就是他长得也不是说超级无敌特别可爱，就是有那么的一点特别。就特别，然后行为也是非常的特别，就不会让我想养它。养吉娃娃探吉应该会气死，笑死！难怪我会养黄金猎犬，梦里的我养的就是黄金猎犬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黄金猎犬，不要讲出来，小姨。谢 Ricky。感觉探吉会八级了。
他感觉就会一直打那吉娃娃，笑死。谁在施工？楼上。应该很吵，很吵啊！你们也感受得到吧？里面有记录，去年12月17你梦到跟我一行人出游，居然什么什么什么，跑脑袋跑出探吉巴吉娃娃的画面，笑死！是人家的饼干，很可爱啊。这么多人会记录自己的梦，我不会记录哎。好像快习惯了，你会有习惯的一天吗？真的好吵啊！吵死啊！贵宾可以啊，吉娃娃不行，这完全是不同的东西，大姐，不同的小狗狗。这声音邻居会不会以为你家在施工？你是开很大声是不是？哪开？他脚吵，你在吵啦！这个施工速度去玩之前的 Parket 一定第一，这个震动速度。你也不会就有梦过预言梦就不敢，不敢了。贵宾可是很爽朗的，因为你家养贵宾，贵宾其实蛮可爱的啊。你就用手机直接放出我的声音，那不会很大声吧？我觉得楼上骂他们白痴哦，怎么可能？我最吵，楼上最吵啦。你妈路过来问你在看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们还有半小时，半小时我就要睡觉了，好想睡觉，我真的好想睡了，天哪！贵宾有的也很疯，是哦。施工系 YouTuber， 哎，不错这个。早上上课，之前早上8点，隔壁邻居在挖墙，吵到你之前捶墙捶回去，好暴力哦。工地 ASMR， 我不要吵到自己。直播贴子赶在楼上施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睡到忘记带吉去拆三角柱，不会的。可惜我不能带你们去看一下施工，看那个要干嘛啊？你家对面草地早上施工，下午看直播也施工，晚上会不会有遇到施工日？施工 day， 今天拆，希望今天可以拆啦。没意外的话，没意外的话，现在开，你都不敢捶墙，那些工人都刺龙刺凤。去收院时，阿姐可以放松一下。他们应该帮完就不会再继续了，不然真的太吵。
要不要做一只碳吉的娃娃？碳吉娃娃，碳吉娃娃。碳吉表示很想舔猫，他一定超想舔，因为其实他现在突然，你醒来了、碳吉娃娃，因为他现在戴那个头套，然后他会舔那个头套，然后他会想舔手嘛，他就会一直舔头套，然后就一直伸手伸手，然后就是在舔头套，然后可是一直伸手，就看起来笨笨的。安吉，安吉，探吉，打哈欠。我怎么可以说人家笨笨的？就是被笨笨的啊，他很可爱耶，笨的可爱。完了，被嫌胖胖又笨笨，探吉该如何是好？还是很可爱啊，那么可爱。肉的拔剑，肉肉的眼睛大大的，伸懒腰，可爱。之后终于可以叫他胖吉了吗？不知道不知道今天量个体重看看，不知道医生会不会让他量，感觉他一定有变胖。他的后腿真的变很肉，目测啦，目测，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衣服的关系，但目测有变肉。开始下大雨了，刚刚就下啦。你前几天快筛结果一条红线，心得是鼻子好痒，鼻子超痛的，快筛鼻子都超痛。探姐很爱喵喵叫吗？很爱叫啊，他只是现在很安静。下雨呢？为什么你们都现在才下？刚刚不就下了吗？古娃娃，大姐，那个只是毛变多，好吧，有可能啦，有可能啦，有可能啦，嘻嘻，原来是穿衣服胖，穿衣服显胖，穿衣显胖，脱衣显瘦。这只腿的价格越来越高了，看起来超肉的，超好摸的。有没有用过猫咪翻译 APP？ 没有。快毕业季了，我会想去校唱吗？我当然想去啊。因为我在那边，所以我那边先下，什么意思？会下到下礼拜一呢，下一个超久，的。哇！我也是穿衣显瘦嘛，应该是哦。鱼女，我不是鱼女吧？我不是。庆幸你隔离不用出门，我也不用啊，我只是要带探姐去看医生。现在毕业典礼应该是改线上吧？我不知道。谢谢笑凯，我确定有资格说人家胖胖吗？我有吧，我有吧，探姐。探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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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你我。探吉，探吉，你过来，妈咪这边。探吉，过来，过来啦，过来，探吉，完全不理我。
没关系，等一下就把直接把你抓去医院。为什么想？哦，没事。叫什么尿？妈咪的呼喊，对啊，楼上已经很吵，这个人还一直叫。我是你老妈耶。握手线上见，是不是很多人改线上啊？昨天那个海边是潜水吗？还是白沙湾？是白沙湾吧？吧？老妈的叫声最烦，老妈都这么吵的吗？老妈，我是你老妈，你要理我呀！现场见，隔板见。验音之后回去，你就确定是音哎、欸，不知道是不是你个性木头，这两天文案你有点看不懂，这两天的文案怎么会看不懂？怎么会哪里不懂？哪里不懂？晋升老妈没错，可以不握吗？看着就好，怕害到我，为什么害到我？为什么会害到我？你身上有病毒哦？怎么会害到我？思琪，你哪里看不懂？怎么会看不懂嘞？天哪！你们好可怕、哦！我应该要祈祷他转阴。我希望你们都是阴性的，好吗？天哪，你们好好待在家欸。不知道那个 cover 影片看了几次，才50次。你也不懂 baby girl， 这有什么好不懂？有啥不懂的？从月初就开始关到现在，天哪！别碍事了，爱你好不？要上班，不然回血买下，怎么回血买下？哦，你说没办法待在家是不是？可以叫官方再演一次吗？可以叫官方再演一次吗？所以你还是改线上，主要怕害到哦。OK， 那你们，我就，啊，好可怕哦！啊，那你们还是要好注意自己身体，感觉你们这样还是很不确定，这样要怎么办？粉丝穿 baby girl 去问阿姐，感觉很有趣，蛮有趣的啊！你们是我的 baby girl。欣雅要延毕到明年了吗？欣雅的演唱会我们也都还不确定啊。小蜜蜂都怪怪的绿。没意外的话，你会去现场支援，支援，支援。你关完就应该赢，只是你有一颗的朋友数还是要小心。卡西里，口罩戴好，酒精喷满。真恐怖！人家知道这有没有 baby b，baby 原支柱，雾隐门那个梗看不懂，雾隐门就是雾隐门，雾隐门，雾隐门，等我要重复几次雾隐门，雾隐门是照片上的字啊，雾隐门啊，雾隐门，雾隐门以我啊。
很难懂吗？是我的问题吗？对，我跳针了。哈利病也可以啊，邱子彤跳针将。不会难懂吧？奇瑞瑞，勿以门，请勿倚靠倚靠门呐、啊！这不是中文吗？咦？这是酒精，该不要喷全身啊？喷全身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不太可能吧 ？Baby Girl 后来才懂，真假的？武侠门派的名字有事吗？勿以门，原来那么难懂吗？原来如此，可是这一篇这不是有点太多留言了？这个是发生什么事？对，出乎我意料，笑死！那个 baby girl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下课了，但教授不放人，为什么啊？心仪，体内消毒，为什么会除了喷之外，可能还要喝一点酒精啊？那是你们要好好掌握啦。谢谢杰克，谢谢 Cody。不过想很久才好，这样才会想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是吗？难懂的原因应该是因为我讲的不好，哪里不好？你跟我说啊，哪里不好？哪里不好了？Baby girl 为什么会不懂 ？Baby girl 就是我衣服的，不是啊，那没有什么梗啊，就是衣服的字啊。哎，小米，再接再厉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夸张，谢建谷 ，baby 忍得住，谜语人路线只是刚刚好而已啦，刚刚好有这些想法，担心触觉率很低吗？其实现在也是蛮低的、啊，就是也没有到很是比较正常啦，但是从那个。看一下，就可能从上个月的业配差不多那段时间吧，到前几天其实都蛮低。最近好多啦，
Baby Girl， 哎、欸，是不是可以放音乐了？他们好安静，他们安静了。我看不懂啊，凯，你给好评哎、欸，人家很坏耶，对不对？开始查起触及率的阿杰，是的，你大哥，你大哥 ，Echo。耶，我们还有。15分钟就可以睡觉了。Baby， 好，我懂了，阿凯。这几篇留言多的我都戴着口罩，好坏呀、啊！太坏了。瑞瑞要拍，瑞瑞开始当网红了。现在可以开始培养睡觉情绪，我已经培养超久了耶。是这样吗？我来看一下。好吧，好像真的是这样，伤心欲绝。我想睡觉。迪轩看起来有点迷茫，等等好好睡。认真想睡呀、啊。伤心欲绝呀！一定是阿杰防疫小尖兵，大家都能确定哎。远距课程不是应该很好睡吗？我没有在睡啊。我的相机是哪台？就是些安慰的话 ，mini 90，富士，查一下，KK， 谢瑞瑞，谢谢思琪，富士就很适合我。怎么说？谢谢雨人，有拍真的有拍，好不好？白痴哦、喔，那是相机是拍立得相机啦，你们这些人，他那不是装饰嘞，他不是，谁那么大一台的项链啦，雨人，他是真的，真的是一台拍立得，大家。真的是相机，好不好？天哪！富士的造型很适合当饰品，好吧？它是其实就对啊，蛮好看的。之前九分那张时候想说，这项链真特别，好吧？今天感觉对小妹妈妈很失望，哈哈！原来我们之间那么多的误会，我快笑死了。
完全没注意到相机，你都看手跟脸，还有物理门，没关系。我配件哪里多了？就我装的旧家的窗台，那个就超级夸张吧？那个就是我的墙壁而已，大家都觉得那是窗户。装背景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没事的，好不好？没事的。手上明明买，我哪有一堆东西？那这窗户那是墙壁哈，墙壁这是墙壁。我觉得炭吉你是不是变大只了？炭吉，感觉好大只哦。奇怪的猫咪，看不到其他地方，夸张。都可以听，都夜哦夜可以听到阿吉的声音的，嗨，嗨。不好评论是否旁耶？没关系，我评论，他变可爱了。安静不变大只才要担心，是啊。安静你好可爱哦，看你那个小小的嘴巴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脸蛋，对不对？而且每次就算其实他家就是算跟以前差很多，就是他不会，因为我可能以前出门回家，然后他就会在门口那边等我嘛，他现在不会。他就现在就是在床上，然后就是远远的看着你，这样看着你进来。可是女孩子会觉得，哦天啊，他真的好可爱，因为他就是眼睛大大的，然后因为他那个头套很大个，然后他就会遮住他的鼻子、嘴巴，然后就剩两颗大眼睛跟耳朵，然后站在那边用眼睛大大的眼睛看，超可爱的。圆圆的大眼睛，甜甜的笑容，与你探及零距离。Thank you 喂，怎么会有那么可爱的猫咪啊？哪里来的猫咪那么可爱？虽然它现在快睡着，有点在翻白眼，笑死。现在应该换我在门口挥旗。欢迎他回来，什么意思？反正希望今天你可以结束这一切头套，太可怕了。碳吉骨架小，所以看起来胖，就是真的胖，就是真的在，真的是肉，不是骨头。没有理由说是骨头。谢瑞瑞。只会想念三角锥，他绝对不会想念。他怎么会想念这可怕的头套？我终于要结束埋屎的生活了吗？还是探吉已经忘记怎么埋了？我相信只要他把头套拿掉，把衣服拿掉，他就会开始自己埋屎了。拜托，我真的不想再自己去弄这些了。我之后就会开始对他，没错，俊威已经就是有在发现他越吃越多，越来越胖了。我已经有开始在那个饲料放少一点了。三角锥母女装，我哪来的三角锥？
他习惯我帮他忙，他没有，就他现在真的在闹脾气的时候，就会自己去戴头套，还要先戴头套去上厕所，是不是啊？看，现在家里还有到处是亮吗？最近比较少，我要放手一点，他会喵喵叫跟我讨吃的吧？还好哎、欸。我可以去工地借一个。打扰人家工作。施工停了，对啊，太棒了，安静一下了。哦哦哦哦，开始了。换个砖头，他们在等我睡，一要睡就开始钻，他们只是怎么可以这样。好想睡觉，但现在比较小声啦、啊，太棒了。燕晴，干嘛偷看我？你今天好安静哦，都不叫，想睡觉是不是？在试砖是不是？等一下就开始动工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房间也很吵吗？我这里没有很大雨，还是我这里听不到，我家听不到。会不会等等天花板破掉，人掉下来？我会吓死。九份那张，人家在那都是拍阿美茶楼，就我拍算命，我就想拍算命。电钻这阵过去就是铁锤敲敲打打，也是蛮吵，也是蛮吵。碳缺保护我，我保护碳姐差不多。你家施工就钻破地板，天哪，很可怕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不会吧？拜托不要。我一个弱小女子自己住，带着一只猫，我会吓死。天哪，很可怕哎、欸！啊，是管我，带着来者哎、欸。瑞瑞，我有想过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带猫走吗？就是抱着它走啊，没有，应该要带个那个外出笼。
弄到杀虫剂进水塔，整栋楼一个礼拜没水用，天哪，有点夸张哎，这个是有点夸张了。直接抓起来，笼子来得及吗？笼子来得及啊，放进阿三头上就直接拎着走，感觉他就会跑，就是会乱跑乱跑，不太好吧？啊，念排名了，大家。我明天开一小，应该训练一下探级，紧急就跑境外出堡，他感觉就会钻进我抓不到他的地方。明天是几点？明天是6:30。念排名咯，今天的第10名是阿赖，谢谢阿赖。第9名是瑞瑞，谢谢瑞瑞。第8名是博成，谢�谢博成。第7名是中莹，谢谢中莹。第6名是矿，谢谢矿。第5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4名是俊，谢谢俊。第3名是一凡，谢谢一凡。第2名是地瓜，谢谢地瓜。第1名是 Cody。酷哩酷哩，点击领取，谢谢今天的第1名 Cody， 谢谢 Cody， 哇。帅帅，伸懒腰啊！辛苦啦，辛苦啦，明天见，奶奶，奶奶。奶奶，奶奶也来，奶奶也来，奶奶秋日好，奶奶空地，奶奶阿赖，奶奶可好，奶奶外哥，奶奶幻影战士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钟颖，奶奶俊，奶奶黑杰克，奶奶幻影战士，奶奶瑞瑞，奶奶古早味，奶奶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阿凯，奶奶思琪，奶奶俊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新一。奶奶狗，奶奶小颖，奶奶俊颖，奶奶奶奶，奶奶博成，奶奶 real life， 奶奶柠檬，奶奶一凡，奶奶星星，奶奶大健，奶奶奶奶 Cody， 奶奶玉，奶奶，来拜拜。